韩国女星宣美穿着白色紧身上衣，搭配灰色短裙，露出细长美腿，跟大家 say hello， 特地现身台南，就是为了24号登场的台南摇滚耶诞演唱会。短暂露面也不忘用中文跟大家说谢谢，接着边鞠躬边往外场离开，90秒内以各种不同比心手势向镜头发送。这次独家来台南开唱，宣美把整个团队从韩国带来了。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第一次在台湾的公开演出，然后就献给台南。宣美会带来5首歌，都是他非常热门的歌曲。不止韩国女神莅临，摇滚耶诞演唱会的卡斯阵容坚强，有831告五人坏特，还有荷兰美声马丁赫肯斯，以及来自英国歌手李美杰。大家好，我非常开心来到这里，因为我真的喜欢台南。一袭黑色礼服亮相，身为美食之都的台南，加上今年首度被米其林指南列入评鉴城市，成为入选餐厅最多的城市。而市府为了迎接贵客，也特地准备了知名在地美食小吃，有安平豆花、虾卷，还有牛肉汤、蛋仔面、人气珍珠奶茶等。我已经告诉我的男朋友，我不想回去英国。台南耶诞演唱会除了让民众一起摇滚嗨翻之外，也要透过行销在地美食创造一波观光商机。TVBS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